法力不足，快走开！英雄，有个夺魂者把我们全都杀了，我惊慌失措，害死了大家。现在他们都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。 手下的夺魂者就在外头的庭院，求求你杀了他，为我们报仇。还没准备好。 心里的伤痛。 再等一会儿。 需要更多法力，再等一下，还没准备。 是夺魂者干的，这里也有尸体，贵族全都去死吧！怎么回事？是革命，时候到了。再等一下。 法力不足。
在城下。几个部下被困在后院，抵抗那些王魄，拜托，帮我去救救他们。你知道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到处都是一片混乱。快集合你的人，前往大教堂的难民收容所。没准备好。再等一会儿。他们发现我真正的样子，他们会对我做什么？我母亲，她那次遭遇的恶魔攻击太可怕了，我没办法再想下去了。
还没准备好。装不下了，我需要回去一趟。森林法术和附魔的调性非常相近，但却是旁门左道。任何想踏上魔法宗师之道的人，都不该往这条道路发展。你好，魂阵的是那个死亡侍女，不过他的爱已控制不了多久。
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及时赶到救我一命。你是怎么知道？没时间浪费了，我们必须现在马上行动。监视你，你最好到难民收容所去，你在这里不安全。别说傻话了，反正你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尤其是亲自见识了那些怪物的所作所为以后。这么说吧，要是没有亲眼看你摧毁最后一个炼魂阵，我是怎样也睡不着的。怀着很深的罪恶感。你怎么会认识丽阳？我看得到未来，也看得到过去。别让罪恶感吞噬了你。求求你，有怪物入侵了我的家族墓穴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忙保护。值得开心的，谢谢你，英雄。我们总算可以安息了。还没准备好。询问众灵
这些死亡与毁灭是否会结束的时候，他们沉默不语。你预见的未来是怎么说的呢？当然会结束了，而且你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那为什么众灵不告诉我们呢？因为我没有对你完全坦诚，而且你还是个不愿意相信自己可以过得快乐而满足的笨蛋。再看一下，还没准备。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，不过你本人倒是比我预见的样子来得瘦一点。你都不好好的照顾自己，老是把拯救世界放在第一顺位，对不对？我再等一会儿。等一下，还没准备好。无论贫富，无论贵贱，死亡。看你解决莫天使部下的手段，简直是艺术啊！别理我，你先走吧，我在这边等着就好。
善。帮我治疗。还没准备好。我受伤。有东西了，我的背包满了。那是谁的声音？应该是厄杰尔。厄杰尔是谁？厄杰尔是个天使，攻打这座城市的马斯尔大军就是他指挥的。看来你惹毛他了。知道了，我们得回去收容所，看看泰瑞尔对灵魂石碎片有没有发现什么。我要回城镇。要买，趁快。好的，我没办法使用这个。很棒的东西。
干嘛那么辛苦反抗？反正都死了不知几千几万人了，再多死几十个有差吗？我的母亲早就警告过，要小心那些穷人，他们觊觎我的财富。我要回城镇。除病痛，死亡等待着所有的人。涅法，看，碎片产生变化了。马斯尔正在转化黑灵魂石。没错，马斯尔从魏斯马区居民被吞噬的灵魂汲取力量，改变灵魂石。不过，我还是看不穿他的目的究竟为何。他快杀光所有人类了，这样还不够吗？你还想知道些什么？要阻止他，就必须先明白他的计划。杰尔纵火焚城是为了收集魏斯马区的灵魂，他的死期到了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我只知道他躲在魏斯马区山城区的一座高塔里，而且他一点都不会对你客气。在你动身前，应该先来我的货车看看，我可以帮你在几件物品上面附魔。塞丽娜，你这个人向来很低调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偷偷溜回家拿点钱出来。可是，楼上到处都是那些可怕的怪物。所以非要你去不可呀，亲爱的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。我们要死了是不是？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不想失去我的灵魂。买瓶药水。
听说泰瑞尔也是天使，那他怎么？科瑞兰死后，历经一番峰回路转的萨卡兰姆经文的辩证与诠释，王位传给了加斯提安一世。从此开始，加斯提安王朝的统治。加斯提安王朝被许多人视为篡位者，其正统性不断遭到质疑。最后，在加斯提安三世在位期间，终于从卡特罗斯地区爆发了全面性的叛乱。再等一会儿。我痊愈了。还没准备。帮我治疗。等一会儿。还没准备好。再等一下。治疗。
准备。再等一会儿。再等一会儿。再等一下。再等一下，还没准备，离我远点，需要协助。再等一会准备，众民助我！我受伤，再等一会儿，完美一击。还没准备，再等一会儿。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我只记得坠饰的事情。他一定就到底在哪里？不对，不是这一个。到底在哪里？我一定要找到才行。也不是这具尸体，到底也不是这具尸体。找到了，坠饰在这儿。但是，圣光啊，那是我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？我不要！再等一下。
再等一会儿。我带不了更多东西了。需要回去一趟。我是想买点什么呢？办不到。来哟，这里有全卫斯马区最好的染料。我们一定得采取行动，说不定泰瑞尔会把那些怪物引到我们这儿来。就算泰瑞尔是天使，也不代表他就是邪恶的啊。
我以为预言中的英雄会更活跃的。谢谢惠顾。还没准备好。再等一下，自食
食恶果吧你！我看见前方有财宝。再等一下，我们击败了一位强大的敌人。我的伤被治愈了，再等一下。
还没准备好。更多东西，我需要回去一趟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看到什么中意的吗？大功告成，拉基斯的血脉将再度登基，君临卫斯马区。那个人就是你吗？我的祖母乃科瑞兰之女，但国王不肯承认她的名分，这是因为她乃歌妓所生，而非王后亲生的金枝玉叶。在平民百姓的支持下，卫斯马区将成为自由与平等的国度，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富人将不复存在。当然，少不了会有人流血牺牲，这样对反抗的人才有杀鸡儆猴的效果，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代价而已。我不会把卫斯马区人民的未来托付在你这种叛徒的手上。你这原始的异教徒，我毕生等待的就是今天这一刻。再等一会儿吧。
还没准备好。再等一会儿。伤被治愈了，还没准备好。再等一会儿。开始行动了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他。再过久，像你这种恶魔将不复存在。够了，钟灵要跟你讨命，我要把你的命交给他们。再等一下。不能这么做。
再等一下。再等一会儿，治疗我。下去的，唯有死亡方能带来平静。众灵诅咒你，我要回城镇。你杀死带头屠城的天使了吗？是的，但有个大魔头还活着，等我消灭他之后你就安全了。我相信你会的。谢谢你，我终于能安心埋葬我太太。真的不要再谢我了，这不算什么。有好多人就这样走过去视若无睹，对我来说你是英雄。我想我只是刚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而已。这场巨祸将来必是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就盼有幸存者能将其技术流传。能遇见魏斯马区的救星真是太荣幸了。等你的正事办完之后，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。杰尔已经死了，没有他的统领，夺魂者可谓不堪一击。你拯救了魏斯马区，朋友。但我们还是不知道，为什么马瑟尔想要黑灵魂石。他每分每秒都在逐渐壮大，我们快没有时间了。你带回来的那位女士相信她应该帮得上忙，而且坚持要立刻与你谈一谈。在创建魏斯马区之前，拉基斯征服了整个坎德拉斯，这些侵略者在他眼中不过是儿戏罢了。然而提拉在魏斯马区的新政权并没有为这场动乱画下句点，内战持续扩大，直到他被逼疯，最后死于瘟疫。康尼留斯、加斯提安三世的孙儿、萨卡兰姆教会的奴仆利用这个机会一举击溃叛军，登基成为新任的国王。厄杰尔已死，魏斯马却得救了，可是我的心情还是异常沉重。我们帮魏斯马区找回了和平，这个是值得庆祝的。明智之言，朋友。天使只懂得以大局为重，活在当下是我最需要学习与接受的凡人体验。我在想，是不是能拿你的头发做成假发卖钱？够了，哈洛德！要是能够撑过这场噩梦，我就要回布兰威尔的娘家去。亲爱的，这真是太好了！你爸爸有的是钱。你敢跟过来，我就把你光溜溜地绑在树上喂乌鸦，看看这样能不能让你想点钱以外的事情。小姑娘，我知道如何找出马瑟尔，
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恐怕会让你不高兴。要怎么找？只有一个人知道马斯尔的下落，他会在洗澡池等你。这个人你相当熟悉，那就是艾德利亚。艾德利亚，他要接受的报应可多了。他已经不是昔日你记忆中的艾德利亚了，他此时正在引导血魔法的力量，准备夺回黑灵魂石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些东西无法用言语解释，你必须自己亲眼见到才会明白。钟灵一致同意，你真是个怪人。你真是没有冒险精神。欢迎选购。除非带我一起走，否则你哪也不准去。为什么？总得有人阻止你，免得你在问出马瑟尔下落前就杀了艾德利亚。想跟来就跟来吧，不过艾德利亚还是得为背叛利亚而付出代价。厄杰尔和他的夺魂者已经死了，魏斯马区安全了，人民终于可以开始重建。我和罗拉斯现在就去协沼泽找艾德利亚，他知道怎么找到马斯尔。但是等获得答案以后，我就要杀了他。我们把黑灵魂石藏在离这里不远的涅法雷姆遗迹最深处，原本以为会很安全，结果还是被马瑟尔找到了。这是通往陵墓的入口，但有人把它崩塌阻断了。是艾德利亚。看样子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别条路进入遗迹了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有东西朝这里过来了。
只是进入的一个入口。斜沼泽里散布着指路石，引领我们走向正确的入口。指路石对多数人来说毫无用处，却能对像你这样的涅法雷姆人显示正确的道路。你逃不掉了，艾德丽娜。记得，等拿到我们要的情报以后再杀。当然。这么说，我还是很高兴。还没准备。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。再等一会儿。再等一下。还没准备。子时恶火吧你。一个指路石，但我靠近的时候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让我涅法雷姆遗迹的入口一共有四个，每个入口都有一道徽记，但是只有正确的那个能真正通往陵墓。每当你启动这些石阵，其中一个错误的徽记就会消失。那我们只要再让剩下的两个徽记消失就行了。我父亲永远无法明白，他生于权贵之家，毕生小心翼翼守护他的名声地位。我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但是他关心账册里的名字和墙上画作的脸孔，更胜过他活生生的女儿。我需要回去。我记得在陷入沉睡以前读过遗迹的相关记载，但这座曾经矗立于此的城市早在我的时代之前就消失无踪了。